四。姿势位置通通瞧好，挥杆感受高球魅力。中华民国高尔夫协会推出六年振兴计划2.0，培育新秀，这一站来到台北。其实我们东方人在单项运动的竞技方面，最不受身材影响的，全世界最重要的五个主流运动里面，只有高尔夫球是我们亚洲人最有机会的。中华高协从基础扎根，高尔夫球振兴计划不分城乡，全台国中小到高中都有相同机会。这回走进校园，携手体育署及台北市教育局说明经费申请，全面推动学童选修高球运动。我们是希望基层扎根，未来能够把我们台湾青少年选手的人数从现在呢300位，6年之后呢能提升到1500位，解决潜力选手培训的问题。赛事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要考量怎么样把赛事价值做一个提升。高尔夫协会扩大基层培训球员，从师资设备下手，再结合政府资源，加强国际交流，提升赛事价值，带动国内高尔夫球产业，打破贵族运动的既定印象，成为选手翻转人生的专项运动。三立新闻台的林立在台北报道。